要剥橘子给谁吃？橘子给我剥。剥橘子要给谁吃？要给谁吃？给我也剥。剥橘子要给谁吃？自己也是。你看我剥橘子，嘴巴要嘟嘟的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看妈妈，医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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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嘴巴，怎样嘟嘴巴？会不会嘟嘴巴？嘟嘴巴。嘟嘴巴，你口水啊！剥橘子剥到口水流下来了。不积极，吃一口，吃一口。快点，阿米哥。妈妈在吃饭别。嗯。吃一口。好吃哦。阿西。阿西的，还吃个积极。那你把它吃完啊，这个把它吃完。嗯，快点啊，这个把它吃完啊，把它把橘子吃完啊，橘子吃完。嗯，要把它咬啊，这里咬一口。好不好吃？吃进去。橘子要在这边吃，不可以拿到椅子那边吃哦。妈妈今天可能才刚洗沙发，哎，过来这边，宝贝，在这边吃完。橘子不可以。没有人。
橘子不可以拿下去，放在桌子上面。